我们不是在越南，我们在台南。哦，台南。你以为是综艺馆很大？我们是来台南。台南。那我们今天会来台江国家公园，还有台南的古迹百货公司林百货。有缘的同事，快乐像吹歌声，响亮到天边。有你是相识的亲友也好良伴啊。